选第二题，右图叙述何者正确？右图嘞，在这里，这个图，叫叶子的图。好，我们看 A 选项，丙是韧皮部吗？大家，叶脉当中上面应该是木质部吧？木质部在上，韧皮部在下，所以丙是木质部，丁才是韧皮部。A 错了，所以 A、B 两个选项刚好写反。叶脉中木质部在上，韧皮部在下，哦，所以 A、B 写反了。好，我们看根，根在哪里？根是不是保卫细胞？根是保卫细胞，可以控制气孔开关，当然对啊，所以 C 是对的 ，C 是对的。好，我们看猪选项，甲呢是表皮，表皮可向外形成根毛，当然错，根毛在根，这也是叶，叶子不会有根毛的，所以猪当然不对。当然、啊，根毛是根的毛，又不是叶的毛，你可以叫叶毛啊，它不是、啊。好，我们看一选项，雾在哪里？雾是那个海绵组织。它的光合作用效率比栅状组织来的弱，是对的。栅状组织的栅状叶肉排列紧密，异位体很多，而且它在上表皮，靠近上表皮，光线直接照到它。栅状组织的光合作用效率远高于海绵叶肉，所以这题的一是对的。好，以上是第二题多选。